其实呢，我们队准备了两首歌。对，也准备俩人。来吧。啊，一群人。对，我们准备了《鸡尾云》和《神魂颠倒》，然后给大家投票。好，《神魂颠倒》有没有尖叫声呢？有没有分贝呢？现在开始了吗？渴望这首歌的样子哈，一、二、三。一百零五，最高105了。好，那我们要看一下第二首歌。第二首歌，鸡尾云。鸡尾云。鸡尾云的分贝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三二一，安静。怎么？啊，好，意思，我意思，我没有选，我居然读到神魂颠倒了。那好，那我们的歌曲已经决定好了，那就是神魂颠倒。哦，神魂颠倒。爱得很有趣，却忘了我存在的意义。